学 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高品质全程面授教学，零元入学，两周免费试听。能不能做出来这个效果？就一个个给他找出来。能做不这个？就做出一个二维数组来就行了。你朝这个地方来请求，还得伪造出这个数据来吧？你要不这个拿不回来这段，对不对？啊，你可以在这个 center 页面中，对不对？咱们最得的 center， 咱们新建一个 city 这个页面吧，新建一个 city 这样一个路由，咱们从这个路由直接过去，对不对？所以我在这个router 找到我的这个在下面，对不对？我的这个 router 点 js 中，我新写一个，对不对？这个 city 这样一个路由啊，把这个 city 这个路由中的话呢，对吧？给它写一下 city。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个体力活了，对不对 ？CT 这样一个路由 ，CT 这个组件你得给它引入一下。但我现在还没有定义这个 CT 组件，但我知道我定义在哪，对不对？可以把这个 CT.vue 放在这儿，然后我在我的这个 component 在我的这个 views 文件夹下来的话呢，我新建一个这个 CT， 对吧？这样一个 CT.vue， 对吧？新建在这里啊。刷新一下，没建出来啊。好了，有了这个，然后我把这个代码的话给它一复制一下，对吧？啊，完这段代码我还不如不粘贴，我得删老多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一块这是一个，好了。哎，我这是干啥嘛，对不对？咱们先把这个简单的数据给试一下 ，CT 这块现在能跳转过来了吗？此时，从我一个页面中，我先跳转到 CT， 对吧 ？CITY，CT 回车之后的话呢？能显示出来这个 CT 这个组件了，对不对 ？CT 组件能够显示。那接下来，当然这块应该也隐藏掉啊。OK， 再把这段简单的代码给复制过来，那至少能形成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我把它给复制过来，对不对？粘过来，粘到这儿来，对不对？把这点给删了。现在就这么三段数据，它能有样吗？对吧？啊，至少这个样是出来了。比如说现在只要你有真数据，我觉得就要成功了，对不对？还是之前那个错误，对不对？还是之前那个错误。但是这个高度好像是不是撑开了呀？这个高度是不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啊？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此时这个 list 的高度是多少啊？640啊，还是因为咱们这个的话呢，是不是？是我，对吧？加了这个 margin top 了，是我外面这块加了一个 margin top， 导致它实际的高度的话，是不是高于640？我应该再减去这块 margin top 这一块，就是我在控制下这个数组的这个高度了，对吧？就这块的高度，咱们找一下，就是找到这块叫做这个 content 的这个 height， 对不对？咱们给它改一下就行，在咱们这个页面 mounted 的时候，重新的给它改一下它这个高度就行了，对吧？就在这一块给它加上一个。什么样？这块咱们得动态计算呀，这块你不得减去一下这个高度吗？你这块高度的话，你现在唯一的问题不就是因为咱们在这个 section 上加了一个50这个 px 给导致的，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问题给导致的呀？就这个问题给导致。现在问题我是说，现在这个 section 这个50 ps 还是加上去的，但是你现在你要不去改那个50 ps。那其他单独处理，要不就把这个高度再改一下。那这个高度怎么改呀？这个就这个组件的高度怎么改？它给咱们算出来是咱们整个页面的高度是640，因为你此时实口是640的高度。那咱们是需要减去这个50 ps。那现在在这儿，我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怎么给它减一下呀？加 class， 那我就得写死了呀。通过这个什么呀？是不是通过这个 IEF 呀？通过这 IEF 然后去干啥呀？通过这个 IEF 然后找到这个东西，然后试试它的高度，是不是？那值不？你说它值不值这个 style 这个标签？你说值不值这个标签呢？这值不值这个标签？如果写这样一个什么 height， height， 我在这写死成这样的一个，我就传了一个对象，对不对？
私下中接收的是对象，我写100 PS， 你最终的话呢，对吧，确实是听我话的。所以在这儿他完全是支持这种写法，那在这儿我直接写一个 A， 这个 hate， 这个当前就是 CT hate， 对不对， HRJHT， 我在这儿把这个给它改成这个值就行了。所以我在这儿直接写一下这个 data 小括号中，我给它写一个这个 CT 这个值，那我给它写一个零这个值，只不过在 mounted 的时候的话，我可以给它动态的给它改一下就行了，对吧。我在这儿怎么改，直接将这个 this 点 CT hate 等于一个 document 点 documentElement 点 client hit 或者 window 点 inner hit 都行，然后呢减去咱们那个是多少50吧，加上这个 px。 哎，我怎么觉得这块咱们写过呢？好了，完事了已经。就在这块至少这个假数据它现在已经工作起来。当然有同学说那个错是什么错，对吧，咱们还是说是咱们页面中的就是这个滑动的时候这个默认浏览器的一个行为报这个错，跟那个 swiper 一样的这个问题啊，对吧。那至少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的了。那下面就是数据，你数据能怼出来吗？数据比较麻烦一点，对吧，数据你要去请求 access。 那在这块的话你这个数据咱们可以写一下导入 import 我这个 access axos from access， 然后对应的在这里的话咱们去找到这个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个接口，把这段先复制出来这个接口，然后再去朝那个地址发出那个请求去就行了，对吧。access 小括号，然后请求这个 URL， 然后再就是这个 header 在这里，对吧，然后在这一块把它这个 header 给请回，至少咱们能把这个数据啊给请求回来，对不对啊。所以在这儿也在模拟出这个 header 来，对应还是这样的。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咱们来打印一下这个值一会儿啊，我又没加逗号。好，点阵，那咱们来测，点阵在这儿，点阵，对吧，来打印一下，咱们看看能不能打印出去所有的这个结果来呢。res 点 data， 对吧，拿到这个数据了吗，我们成功了吗，就把306条数据拿到了。那306条数据拿到之后，然后下一步呢，开始排吧。啊，怎么排啊，活来了，就是把这个数据你只能转换成这样一个数组就行了，你就转换成这样一个数组就行了。这个数组里面是这样的，最好的格式是这样的啊，这样一个格式的。哎，里面这个比如说 index 冒号，这个是 A 的，然后接下来的话里面这个是一个大数组 AR， 里面包含了什么北京啊，什么这个啊，说错了啊， B 里面的 B 里面的北京保定，对不对啊，这样的。哎，这种数组结构，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数组里面有非常多的，这样就可以了，就这样一个数组结构，这就是咱们一直所说的前人中其实没有什么算法，对吧。那这种就算一个算法的，怎么给比较找出来呀，有什么方法吗？就这样一个，怎么找这个？就这一块，大家可以想一下，我先停一下。在外面，我们写的不要再写在这个请求里面了，对吧？你写在外面去了。我们来一个 method， 哎，逗号没有加吧？逗号没有加，对不对？然后在这一块的话，我写这一个叫做什么 handle 这个 ct 这个 arr 这样一个数组的这个方法。那在这一块你调用这个方法，你把你的这个结果给它传进去就行了。这次要 handle ct arr 在这里，把这个结果给它传进去，最后给你过滤出一个新的数组来，对不对？把这个新的结果 data list 的复制给我们。那这样的话，我再把这个 data list 的话呢，复制给我自己的这一个data list 就行了啊，是在这里new list 吧，对不对？或者是在这直接写 this 点 data list 的复制就行了，一样的啊，是吧。就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就行了。那在这个块的话，我们这个把这个真实的数据 res 点 data 点 data 还在点什么呀，点 cities cities 这样一个数据 res 点 data 点 data 点 cities 传给这个函数来，所以在这块
它得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我们在这一块提前定义好这样一个数组，这个数组里面包含了什么样，就是咱们正常的这些字符就行了， ABC 这样一些字符。哎，咱们是不是有一个方法能够直接转换过来的，那个方法叫什么呀，嗯，有点忘了，那个方法叫什么，是不是插扣的那个方法呀，我现在有一个字符 A 插扣的什么 ant 是不是 ant， 我说是不是，我现在插扣的 ant 那个编码的话，如果是65的话是多少呀，是不是那个 A 那个呀，是那个吗，我现在为 R， 我现在为 R A 等于一个大写的 A， A 叉扣的 ant， 叉扣的 ant 是这个是不是啊，是这个65，反过来呢，我如果现在有一个数组的话我怎么来呀，能转换回来吗，有吗，叉能想起来吗， string 点 from 叉扣的65是吧，嗯，这样的话就好伪造了，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加上32是97那个是小写的这个 A 呀、啊、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一块就这些数据啊其实嗯好伪造，好伪造这些数据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只要我们写一个 for 循环啊，在这里面上我们写一个，我们得造出这个假数组了哈，假数据了对不对，我们在这一块写一个啊，写一个 VR， 我们这是怎么，咱们这个是一个大写的啊，一个 uppercase 的啊，就是一会儿转换过来就行了，好我们先写一个 AR 等于这样一个空数组，然后再写一个 for 循环VR 对吧 I 等于这个65，然后的话呢 I 这个小于个多少呀，一共是26个多少呀，应该是多少啊，26对吧，65我们应该小于个92是不是，嗯，从65开始是吧，嗯，没问题吧，啊在这块的话我们在这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就是我们 ar 点 push， 然后通过我们的 string 点 from 叉 code 从这个 i 开始，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数组是吧，啊 ar 这个数组的话呢我们就给它打印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在我们页面中完事了，哎多了一个是吧，啊 abcd 对吧，到这一块多了一个，多了一个给它小小一个，啊好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结束了。好，接下来的话，这是咱们这个数组单子，就是你要过滤的话也行，这个够用啊，过滤这一块呢也能做。好，把这个给留着之后，这是我们这个做好了这个数组，接下来的话怎么嘛？我们是不是得便利这个数组去挑那里面的东西了呀 ？VR for 循环 for 循环，我们怎么样 ？for 循环这个数组，然后去那里面把那些数据的话给它填出来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对啊，我一会儿转成小写的，大写的是我为了在这块显示的时候用的，我因为这个地方转成大写的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你需要去找到咱们之前那个数据的话呢，是不是在这块我们要通过这个便利，应该是两层便利，但在这块通过这两层便利的话呢也可以，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呀，简单一点的方法，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把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给它拿到之后的话给它转换一下，转小写的，小写也得转一样的，都其实我们可以那就写吧，对吧，为 i 这个等于个这个零开始 i 这个小于个 ar 数组的长度，然后再就是 i 加加，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在这块嵌套第二个循环，第二个循环就比较多一点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挺这个就是很麻烦了，就你要这样找，你这样找就很麻烦了，就因为它要就要这个便利的这个次数就非常多了，就是不是这个循环就会非常慢，因为执行26次呀，26次是外层的，里面还有这个306次呢，对不对，快
这是 GS 的一个逻辑啊。我直接告诉你，咱们不就结束了吗？咱们就结局了，就已经。哎，到这儿了啊，咱跑了怎么？所以我现在呀，在这个外面的话，我来一个新的这个 list， 等于这个控数组。但是在这块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我这个之前的这段数据叫做 data？ 哎，好像这段数据的话，我们在这儿拿不到这段数据，我们是不是得给它复制在外面，给它留一段这个数据？要么拿不到这个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啊，就传进来的这儿啊 ，list 的。这个也叫 list， new list， new list， 最后我的结果是要 return 一个 new list， 这就够了。return new list， OK， 拿到这个原始的这个 list 之后的话，是不是在这用这个 list 的点 filter 的话，我们把这个给它拿出来 ，item 点这个哪个属性？是不是里面有一个拼音啊？就这个拼音这个属性。拼音这个属性，这个真行哈、啊。然后在这块 index 我拿到的是，哎，不是 index 我是不是要拿出第一个来呀？点 sub string 第零个到第一个这个数据，然后的话跟谁来进行匹配呀？跟我这个 arr， 跟我这个如果是等于 arr i 值，然后的话这个 i 的话我们要给它转换成一个什么呀，点儿叉 code ant 啊，我好像这样写的挺麻烦的哈、啊，对不对，叉 code ant 我们找到这个值数加上32吧，得，因为这是一个小写的嘛，哎，转一下也行，我们直接给它转一下就行了，直接把这个值给它转一下就行了， arr，然后的话我们这个 i 值给它吐什么就行了呀， lower 吧，是 lower 吗？ lower case 啊，是不是这样就把它的这个给过滤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一组组的数据的话就给它过滤出来了，是不是，然后最后的话给它 push 进去就行了，你看这样是不是把一组组的数据给它过滤出来，是我这个写的没有错，类似是咱们的原始数据点非，我这传进来的这个类似的是我们这306个数据，然后在 filter 的时候的话，通过这个 item 点拼音点 substring 接出来是第零个，我们把这个数据判断是等于这个数据中给它改成这个 lower case， 改成这个小写，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大写的这个写法嘛，改成小写的给它匹配出来。那这样的话呢，这每一组的这个数据的话都会被过滤出来。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再给它干啥呀？把这一组数据的话呢，给它往这个 new list 的里面点进行 push， 我们 push 是一个对象。此时的 index 是我们的这个 arri 这个值，然后它就对应的是我们里面这个 list， 或者是我们在这写这个 cit 冒号是我们这个新的数组。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new list 打印一下之后，看一下是不是符合我们这样一个结构的这样一个数组呀？保存之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对不对？刷新之后，来测试一下。哎，我这写错了 ，to lower case 写错了。arri， 我这个怎么写错了？写错了吗 ？a， 为 a 等于个 a， 然后 a 点 to lower case 这个方法。arr， 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名重复了是吧？这个名重复的 new 添加进来都是 new 的这块的，这是老的，对不对？好，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这个进行一次过滤之后，拿到这个 arr 之后，对吧？啊，最后渲染完了之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是吧？正好26个，然后里面每一个的话呢，对吧？是由我们这些 city 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数组，这是。这是 A 的这个的话呢，代表的是里面有6个嘛？这个 CD 是谁呀？阿拉善盟。那这个的话呢是应该没问题吧？安山，对吧？完事儿了。好，拿到这样一个二维数组之后的话呢，你干嘛呀？把这个页面给做出来呗。这个二维数组都摆在你面前了，26个数据摆在你面前了。那在这一块把这个 new list 的返回出去之后，我们在这 data list 拿到了。
就这块啊，自己想一想啊，怎么来写更好一点啊？我只是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思路，对吧？肯定还有更好的。就在这块，我的这个 MT Index Section 这块的话，它应该是到底该渲染几次呢？到底该渲染几次呢？所以在这儿是不是第一层 for 循环 ？V 杠 for，V 杠 for 第一次 for 循环，等于个 data in data list。那对应了它的这个索引值的话，这样的这个 key 值冒号 key， 我们就可以给它设置成这个 data 点 index 的，没问题吧 ？data list 的这个数组结构还记得是不是？我们这个数组结构里面有一个索引值是我自己设置的，我用这个来做索引值没有问题。然后同样的话，这个 index 也应该设置成这个 data index。那至少的话呢，你现在的话呢，对吧？你是第一次第一步外层的便利给做完了，好，这是第一次第一层外部便利给做完了。但是里面的话，每一个值的话，现在都是这个写的是固定的高度的，对吧？都是三个，哎，这个还被挡着呢，你看看。啊，因为这块将来要隐藏掉，所以在这块的话，你可以进来之后给它隐藏掉就行了。好，接下来在这块的话，里面每一个还是一层循环，大家要注意词 data 点点那个 city， data 点 city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数组？我们这个 MTCL 的话，它要跟这个数组相进行便利啊。V 杠 for 等于一个 data， 我们改一个名字 item in data 点 city， 大家看我写的对不对呀？ data 点 city 是什么呀？这是我新造了这个数组的这个 city 这个数组结构啊，啊，所以在这还得根据这个数组长度进行判断。同样的，里面冒号，哎，此时这一块大家说，哎，索引值可能是没法设置的，用 index 吧，啊，用咱们这个索引值啊，此时索引值，嗯，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值的话，就用我们正常的索引值就完事了。OK， 里面每一个值的话，那就是找一个，啊，对，它有 city ID 啊，用 city ID 也行 ，city ID 就行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对象，用 CTID 吧，嗯，用这个 item 点 CTID。 好，接下来里面每一个值来说的话呢，就在这个 item 点 name 里面了，点 name 里面，所以在这儿直接写一个 item 点 name， 保存之后的话呢，是不是咱们这个数据就哎，每一个。title 这个地方写不是在这儿写的，是不是？我怎么写这儿来的？啊，我们差点成功了，对不对？没想到遇见了坎坷了啊，对吧？嗯，那这样的话，这个效果好用吧？哎 ，we 没有吗？这是 bug 吗？we。真行，哎，但他应该是过滤掉这几个了啊。如果是这个数组为空，你应该给它截掉就行了啊。嗯，咱们这个可能需要去春天花花幼稚园重新学习一下，花花幼稚园重新学一下拼音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啊？把这个给它关掉了哈，把这块怎么着？嗯 ，URL 也没有，对 ，URL 也没有，应该他原网站处理是不是把这个数据直接就给关掉了呀？就没有这个了。对，就删了就行了。如果这个数组截的是，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一块也我们也能做。如果在这块如果是空数组的话，就像在这样，咱们现在就能做完。就哎，不是在这儿，是 city 中，就相当于我们取出来这块如果截出了这个数组长度，如果这个 new a22 的点 length 的话，等于零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呀？不是这个什么呀？这个啊，真是难死了，真是，嗯，啊 ，return 也行啊，好了，嗯，discipline none， 你现在你就会个 discipline none 了，你现在，如果这个长度为零的时候的话呢，对吧？对吧？长度这个不等于零的时候的话呢，对吧？这个是假的时候，然后取反就是真的，然后再给它 push 进去。好，那这样的话，最终我们这个数据的话呢，刷新完了，对吧？哎，我们数据有问题啊！提供完之后，哎，我怎么了？这是我写错了。如果这个数组的长度等于零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个什么优先级高啊？嗯？
我们这个长度的话等于零的时候的话呢，为真的时候呢，这是取完为假就不走。如果不等于零的时候的话呢，对吧？对，我们在这块的话呢，就是这个不等于零就为假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走这个啊，就给它 push 进去了。怎么还会出问题呢？啊，是不是我们优先级的问题没有为了哈？行，挺好吧，这效果。